即个真爱，对当时达摩祖师迄个，伫过即个达摩祖师塔即个塔柱，有一天啊，临即禅师来甲即个达摩祖师塔内底去参观，伊就真欢，真欢喜个，特点香问讲：，啊，你请问大殿，等是要先拜祖师，还是先拜佛？因为临个禅师是六祖慧下开我，开我个大定伊无讲伊大定。 那个塔主讲，嗯，奇怪，人发发书来，唔是拜祖师拜拜佛啦，谁那这个出家人唔拜祖师啊拜佛？原来他个想像，嗯，伊问讲啊无啊，请问吼，大殿啊无佛祖甲祖师是啥物所在得,得罪你呀？你那拜拜，连只讲出讲话意思，伊讲啊无，请问吼，塔主，啊,祖啊你祖师甲佛祖是好处？无你遐人叫人拜？ 也是想想嘛是有影嘞。我以前问讲，阿伯我请问大定哦，不我享受要哪走你们想说的阴阳，了做大书店的各位，真爱不关心，真爱不关心，无数不办。作为咱们能看见两义，真爱遐尼简单，真爱两义啊是对立的。咱老下去都是爱。 咱有道理都是爱，咱有生气，咱有是非，咱有不满，咱有嫉妒，都是憎。什么叫做憎呢？咱曾经还没道过，咱曾经还没了解，咱曾经还没相处。但是咱想过几步，想有心啊。咱好歹，咱买生事，你管啷个子？但是呢，我倒改变别人，我倒看化别人。 所以都变成万贪，所以正爱不关心，长生两脚卧。咱若无万贪心，都主宰啊；无万贪心，都无挂碍啊；无万贪心，都平等啊；无万贪心，都到西方啊。正爱不关心，长生两脚卧，意欲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。 勿令皮肉衣，即是自性现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注意带定。咱顶边讲过的临界上书，到了少林寺去拜达摩祖师塔，这里、個。 但无做出他踏足，没有带点利息，不想拜祖师，或者是想拜佛得呢？伊讲啊，伊也无要拜，也无要拜祖师。咱通常，咱一般人。 佛法、佛门中，你培养诶，你训练诶，你学习诶，咱再再讲一讲：下根诶人，上根拜忏念佛；中根诶人，听经闻法。 上紧的人，依教奉行。即三项，刚才咱抑够无容易了解。了解完甲情，我另外甲你分析，共款是三种。下紧的人，为思想顶面修；中紧的人呢，为理想修。理想对道理。 上进的人呢，为观念、思想、心态来得修。讲到即个修行，咱一般人若愿意愿意听人讲，听教，老老实实的去做，自然呢会当了解。古早人，古早人咧讲讲。 受迫害而正在被不死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理想，尤其在这个时代，自由搞到无法度控制。你看，讲即个时代已经进步到讲含同同性恋的人讲话当结婚，除了吼当事人以外吼。 可能有真需要，一般若无动心了呢。绝大部分的人听着敢会足好笑。所以，咱三物哥的智慧，三物哥的佛法，违反祖言，违反伦理，纵然家己有够卡侪理由。 拢是就靠。最近啊，阮即几年有一个技术啊，我那经常啊，我来咧亲近啊。退休了呢，是讲安尼咧落一个少年啊，家己有一寡产山田呢，是讲咧布一咧头路，种一寡一寡水果啦，种一寡作物啦。 感觉拢无啥趁钱。即两年毋知啥物款姻缘啊，讲伊起鸡，诶，如果若有趁都无话讲，伊讲嘛是无啥趁。伊即嘛最近较有神经啊，以前才开始时，阵，阮阮咧个讲个听袂了，即嘛呢，我给讲诶，是呢，牛啊咧，我都接受。 伊今日做先，你吃的时候，伊知影咱出去无战成也无认同去做这个拆散事业，和众生啊、杀生啊有关系事业。但是呢，因为现今变袂过压力了，所以道理呢变袂过照考。终于呢，像这个中像《调酒禅修》讲啊，讲到明知故犯。 总是聊咧。最近咧是讲准备要放下，因为伊有一种感受讲吼，因为伊知影伊拢亲近咱，咱的道场，所以伊难问讲伊伊是有幸福啦，有，阿先对啥物人有，啊，即码讲啊，即码咧自己，所以伊家己感觉讲吼，在亲戚朋友伊是在当参头前的，还会当小头前，感觉讲安尼。 家己感觉拢未自然，这未自然呢，都、就是金、就是良心。所以最近来讲，决定要放下。啊，虽然讲要放下，今嘛讲你也是呢，正卡合。工人卡定讲要该要该卖卖耳机伊讲呢？讲你青菜啦，你看你讲话者，我都卖。伊的意思讲。 拿一只当卖三百块因为鸡啊只都卖百个啊，伊即嘛已经起个开始两准备卖一只三百块，结果对方哦，哎、欸，唔知真厉害還是真无良心，开嘴甲我哎，安、啊、尼啦，一只五十块啊。虽然听了这里落，阿婆说家里倒头的多聊代志，因那可能做，果然呢，当然嘛是放不下，伊讲安尼啦，扩大了机会，可能闹。 我嘛，去买两百、一百嘛好，那么五十块。注意，咱这讲放下，加放弃，都不讲。直这要介入，这不是放下，这是放弃。唔是说一家两百、三百，行情会有赚的。 叫买卖，干的都比买卖啊！真诶是放下，更加毋是，更加毋是放弃。放弃就讲了，钱嘛无要紧，反正都无要爱，卖去诶，都是趁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讲到以前呢，欢喜诶投资去话，这即是你家己诶欢喜，这都经开起来，因为即和你继续经营无干。 以前咧，你阿未后尾放弃的时阵，就都输业导致所以即爱即一定爱将本求利，一定爱算。啊，那放弃啊放下，即就唔用算啊，卖寡子就算赚寡子。所以这种观念啊，当然咱一般人真难咧接受。讲下歹听咧、啊，即又唔是来干别物件。 这是个咱心，咱无爱物件，所以卖讲五十块、二十块、三十块嘛是特给趁得来。诶。啊，若无五十块，你就乱全弄掉。啊，你若要继续继续做即种实验，那都无话讲啊。大家搁继续拼，看到底尾啊，啥物人输赢。所以咱这个意思、就是句话。 咱通常讲要放下诶时阵，其实讲要放下诶人，有人大贪诶足济，有人大了诶嘛足济，但是呢，这种互咱了生未掉。然后咱大贪有大贪诶一面，大了呢有大了诶一面，大贪诶心看你会继续贪无，会个流转无；大了诶时阵看你会继续哦，啊毋甘无。 想要去趁一寡，登来无？趁一寡，登来那就跋脚难看。为什么跋脚难？为什么改了呢？因为是讲以前的谈来有趁一寡都都赢济啊。即码想最后一遍，每一遍拢最后一遍，别个平登来，都、就是因为即种关系，所以为种流转，所以因此呢，无法得解脱。咱放下。 是明有算成本诶，放下明有道理诶，放下明等时间诶，放下明的找借口诶。所以难呐、啊。你看那另外一人買，要要往生诶时阵，哎，阿弥，讲有人啊，有人讲啊，都临终真认真修行，临终讲看着阿弥陀来啊。如果后面陀要讲，我活三年了。 进了三年，我都柔软；三天呢，我都准备，无简单啦。好啦，真日有功夫，讲我搞三年的时候，结果呢，阿弥陀未来，现在未来，不是阿弥陀慈悲未来，是咱未愿去，无爱去。为什么早我都无爱去啊？ 三年，迄是只有靠你因为阿弥陀是本身是咱想诶啊，伊是无来无去。咱若真正决定放下，都放下准备。所以林杰禅师一只一只人讲：真爱不关心，真都是讨厌，真都是生气，真都是无欢喜，爱都是贪婪。 爱对就靠爱对积淀。咱如果都在这两正爱两义没关心，就无积淀。听我滴大主在长生两小恶，一旦节约天意，一旦节约逍遥。你看咱真侪人节约两几卡，两几我都双盘，一概坐有五点钟、六点钟一工。讲到伊个厉害关系代志，伊个袂记啊。以前。 我都见密蜂禅师，我一天啊，阎罗王往下去，这心血来潮，哎，生死簿现现，哎，这个人都是气数高啊，寿命高啊，叫派这个奥北武雄呢，去改的结果这个气吼，哎，奥北武，哎，这个开心，那么、個、找无人呢，怎么可到单开给老报告？ 人后讲，哎呀，恁两来遐有地位，每一个人哦，侬一定各有所得。壮男如果有修行，也有一定的时机，是好。所以啊，你未去以地方的官府、是派出所是托的工，你看问地方那些托的工哦，看有啥么执着，跨界所在，名啊。 哦，这阿伯无常听着阎王讲了时候，哦，伊就照阎王的指示呢，就去甲找。这个、当地土地公。哦，土地讲哦，哎呀，你找我就对啊，哦，我对正实。伊即嘛去教伊时，你真正无看到人。托地讲，哎，足简单，伊吼、哦，我是得道高僧啊，但是有一项，伊好未啊？伊们是该打坐时吼，皇地哦。 上好迄个迄个水晶波一定系在头前，即码你去吹，看对着水晶波下一对，一好即码去吹。哦，一只一只水晶波一只，无看到人，已经已经是已经入入定去了，无看到人、哦。即码吼，退光咧教后壁补充，那足简单啊。来运气啥咧，锵锵两个，吼，马上现出来啊，阿伯说哦，看到看到，你啊掉啊 伊讲，哎呀，哇、哦！他心裡的一心内底一在死啊，讲哦，我要一项跨界。伊讲，啊，伊咧，伊动作很无水。伊讲<說>，好好好，我对你去。伊讲，你我准备的，我想了厕所者。伊即嘛，等二百步上步前，伊即嘛将这水池板脱来，马上去涂个强力牌，马上讲无快乐啦。伊即嘛只只下代就讲，哈哈哈哈！若人要掠我，即蜜蜂。 除非上手抓虚空。所以咱在生的时阵，斤斤计较，谦谦谦谦，然后千丝万缕，想看唛咱料啊，是挂来，咱知无？我安尼经常去看看修行，哦，无什么闭关，所以经常咧看家己有啥物挂来，有啥物借口 今啊日呢来一个大德，阿伯讲为华人来，也已经讲已经讲来过两遍，这边呢拄着我，我就请客登来滴呢，请接呢，请接茶。哦，伊都咧含讲几过咧，伊都伊都甲赞下讲，哎，叔啊，我呢含几等台湾就我大德多滴哦，我拢有熟识。我听你讲讲，这这秒是小是？ 即个财主是安怎？即、这个所在很久没不起呢。我看看咧吼，以你的言谈气色来看，应该这一是讲话是属于你嘅。我讲吼，我都该讲，听你讲安尼吼，讲实在，即种道地我若无贪吼，是骗人啊；无假意是骗人。如果呢，我若假意想要爱吼，是骗家己。 什物意思呢？咱知咱咱无即个能力，阿嘛无即个福报，所以既然啊，即个因缘来，就我那无诶，即、這个三四年啊，即、這个个中啊，诶，体会啊，我那真切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人什物时阵对家己会当更较认识，会当更较了解。 所以，任何物件，所谓的境界，都是幻觉。所以，这这里、个、说在大书人讲，真爱不关心长生两脚卧。你看公园啊，就是咱坐地方，盖起一块逍遥椅，你坐里去，听我游来游去，真好。 啥物心无跨越，比两脚两脚甲盘起来，更较自在。即、这个意思是啥？所以咱修行一定要经常注意咱的心境功夫，为每一外的功课。咱对来讲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一修，咱啥物时阵会旦发现咱个跨越？ 愿意将跨界放下，世俗人就功名利利禄，是套路，是需要，是前途，是集中，是跨界，是作业，这是为着人生的需要活动。咱修行人常诶，看的工是啥？放下随缘，无去掉。世俗人是担身，光发财的，功名利禄。 咱修行人是单放下，单自在，单无穷。所以最近呢，有人哦、喔、讲会算命病啦，会神通的啦，假算算讲我最近的气数无好。嗯，若讲即个点哦、喔，我想想的，不是我最近的，我已经足久啊，我已经等單,单几啊十年啊。 啊，结果是无常是啥？结果无常是为生哇。物时阵是正常？往下播也是正常。在播它内底拢是正常。所以咱一个人修行，该什物时？阵？若讲到无常的时候，阵，讲到什物灾难的时，阵啊，当做什物心态？嗯，我咧讲无常，我爱情也讲毋知时间的，毋知时阵。 即嘛，现在有人甲阮讲，看看家己感觉安怎，会紧张无？会烦恼无？会欢喜无？即对咱来讲，正有实在诶代志。即只是因为含咱有七心诶关系代志。人讲神通诶，咱看未着；人讲算命诶，咱等未着。所以咱。 欢呼上重的是啥？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、五欲六尘，弄不对来，简单捋一下，就一句话，贪心、怕死。贵当前，诶、欸，毋知毋知贵当前，我开一台两千诶，三年啊，说备的，为高雄啊，美拢。 飞去一个山顶，本来平常时拢是我在开。迄刚我阮同学说特别好心，一个技师讲要替我开，啊，好好开好，好开。开去个山顶，他海拔毋知几百公尺，路爱心哦，讲实惠。啊，实惠头开始，我毋知当我发现诶时阵，车落落山要、那、半、個、山腰时，一定非常紧。迄、那个技术啊，无讲啊，无爱。 愈行愈近时，当我发现的时阵，已经无法度控制。我发现时，因为我坐伫头前边啊，家属边，马上呢，我看伊车无，因为迄日车熄火时阵，卡档已经失灵啊。我先临时反应，倒家属边的刹车组都扭起来，然后等扭起来的开始迄个启动的时阵。 搞去弄着电力跳，差不多十几兆，也是也是鼓励。电力跳那不弄着，就总会开过来对对。讲内底一死人，当时那看的那些车里，你你喊的时阵，你你为些无无甲这人爱一声，因为因那也毋知。 等一下，时阵呢，已经车已经停了。所以，咱不管是在时时刻刻时阵，拢是有无常时阵。听讲，最过了，但是过来时，有一个算命讲，讲哦，伊讲我迄年哦、喔，一六年来底哦，一气煞都是车毁人亡，结果来底事业人拢无安当。 心人生啊，会过程啊，无常啊！我经常甲大家同你讲，咱为虾物无心通？因为咱每個一个人无共。若讲知影虾物时阵会发诶时阵呢？逐工就欢喜咧等。啊，讲虾物时阵会无常诶时阵呢？逐工烦恼咧等。所以我会记有一个讲啊，有一个有钱人啊，讲因家会会会发大财。 哎，阿、啊、我讲要出门啊，讲惊个囡仔枵，要也想一个方法。讲啊，阮啊，拔一捆，拔一捆，迄个冰冰，迄、這个饼。伊讲啊，不多腰时阵，伊这囡仔真病枵腰时阵即个饼把啊，阮那伊总是要食吧。结果出去时阵呢，阮啊，爱上一礼拜。 七零四进幺，十方坛月大德护持电视弘法，以使佛法常住，法轮常转。若蒙捐款，敬请电汇，永丰银行嘉义分行，账号零一六零一八七零零零零一六五，邮政划拨账号三一六零五一九一，户名七零四。 联络电话：零九三四二七七六九一。1, 阿弥陀佛。